甲流属于流感中的一种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，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。甲型流感较其他型流感症状更重，且发烧持续时间更长。此外，甲流病毒变异性更强，易引起大流行，严重时甚至可以导致世界范围内流行。甲流主要症状为突然的高热，发热体温可达39摄氏度至40摄氏度，常有咳嗽、咽喉痛、鼻塞、流涕等呼吸道症状，伴有头痛、肌肉酸痛等全身不适，有的会伴有胃肠道的不适感。怎么区分甲流与新冠？新冠病毒造成的传染性更强，除呼吸道症状外，乏力、全身酸痛、咽痛以及后续的咳嗽、咳痰等症状也相对严重。新冠也更容易引起嗅味觉的减退。日常如何预防流感？首先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。其次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。第三，在流感流行季节，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，尽量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。同时，外出时请戴好口罩。学校和托幼机构如何预防流感？一、学校和托幼机构要认真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课登记制度，早发现，早报告。二、教室应经常开窗通风，经常打扫。三、要做好重点部位和重要物品的消毒工作。四、学校可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流感防病知识，提高师生自我防病意识。五、如校园内出现多例流感病例，应及时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。感染流感后，若病情持续进展，出现高热不退、剧烈咳嗽、呼吸困难等症状，请及时就医。注意，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。